个性较保守，伊阁固执，爱守会用个。啊，不过若是要做大事业，伊无迄个野心。若是我一直伫后壁化枪，恩生嘛袂有今仔日个局面。哪呢？恁大家阁对你遮尔歹？做新妇个啊，所有牺牲甲付出拢是应该啦。就算我即马还阁替王家拼命，啊，不过伫个心肝内，天生所有一切。都不是我的功劳，我早就已经看破了。安尼敢有公平？等你嫁人哦，你就知啊。我才不爱嫁嘞，我要对大阿爷身躯边，学你做生意赚大钱。我想要恢复我李家以前的光景。你爸爸若听到，一定足欢喜。阿姨，即马时间就早，咱来饮一杯咖啡好不好？你还搁咧等我啦？伊讲我规暝无转去，刷来阁连续刷两天去台中。阮大家哦，即摆已经着急要问讲，我前两天去走倒去啊。我看我也是赶紧转去，较要解释袂清楚。敢有这么严重？信天是袂讲啥，啊，不过阮大家就真歹讲啊。王家家规真严，连啉酒都会直直念，所以我看我是较早转去，较免哦解释袂清楚。阿姨，因王家那是欺负你，无要紧，你免烦恼，有我跟阮爸爸给你靠。解释袂清楚就莫解释啊！即马是因天性需要你，唔是你需要因呢。好啦，我先来等啊。等阿姐，你咋？等你啊。是在等我，是在等阿姨啊。是你后壁讲啥哩啊？阿姨回去啊啦。阿姨哦，伊无时间送我到门口，因为啊，伊要赶转去用新化。新化。因大家哦，会变问伊，这两天到底是去倒位？阿姨爱去顾公司，等伊厝，搁爱应付伊个二婆婆，实在有够辛苦的。囡仔两个乌白讲啥哩哈？我才无乌白讲，阿姨大概若讲到因遐大家哦，都一直吐大亏。唉，我想拢无，阿姨因为因王家牺牲遮尼济啊，搁爱受种委屈，实在是足超过。爸，即阵啊，我甲阿姨去台中，足足有两天的时间，我拢无离开伊。唉，我实在是足欢喜的，我足希望哦，会当永远拢伫遐，就莫去转来啊。姐姐，恁阿姨也有伊家己的家庭，无可能安尼一根狗仔拢陪你，吼。有梦上水，希望上水，人活伫世界就是爱有希望啊。爸，你嘛同款啊。上水的新娘，教我出气。今日出气是多哩，多吉哩，就永远放下。阿冰，
你一定要跟我讲真笑，对吧？我相信你一定会挂断的。变婚嘞，那还不换衫？时间已经袂晚啦，我要换新娘衫。娘娘，你阿金不是跟你讲啊真清楚？阿炳宏掠去啊，伊即嘛嘛唔知影人到底是生还是死。就算伊人无代志，啊，不过即嘛拢已经几点啊？伊嘛赶袂赴转来，跟你结婚嘞啊！袂啦，阿炳有答应我，伊袂让我失望。我相信伊一定会出现。恁紧去换衫啦，爸，你有讲你要祝福我，袂用反悔哦。啊，爸爸袂反悔啦，是讲即摆即个新郎已经无去啊吼，啊，剩咧新娘啊，都是啊。你紧去换衫啦，你唔免替阿炳烦恼。一定会出现的，娘娘，我拜托你面对现实好无？即摆上重要的是把阿炳找回来。爹，我甲恁爸足唔甘的，你知无？你唔免替我烦恼啦，叫阿炳，我一定足幸福。这世人都不爱嫁。好，恁出去啦，我要换新娘衫。出去啦，出去啊！是你还是要来？姓天啊，姓天！妈，啥代志啊？佩奇即要来啊啦！你搁比咧楼顶，你共石头路歹势见人是无？妈，你叫我较早转来，公司一大堆工资拢还袂处理好势，人来才甲我叫啦。阿姆，佩奇，你搁挂到大包细包啦？阿妹请你吃饭，你搁买遐尼侪物件，我找火锅料来煮啦。王大爷甲副大爷拢无伫个哦，姓天伫个楼顶，地主这两天都无转来啊。我来叫姓天哈。嗯，不要紧啦，王大爷无闲，莫叫伊，等咱款好才叫伊落来吃。你就是真够替人想，才会这么替人疼。你稍等下吼。阿姆，我替你求一个平安符。你这个甲别人个无同款哦，我有特别哦去求姻缘。你着爱扎伫个身躯，哈。多谢阿姆。来来，坐坐哈。对啦，信吉有敲电话转来，伊讲哦，伊甲婷婷安踏好势啊，准备要转来。王总也要转来哦。是啊。啊，信吉转来啊。颠倒，你要离开啊！啊，你着做好好，想要用用要解约啊！
是咪业主过来找你的麻烦？无啦，我之前不是讲过，因为阮爸爸患病，伊住院嘛，需要我照顾，伊只有我一个查某囝尔。啊，敢有真严重？伊退休了后，身体一直无啥好，可能是之前做警察的时阵伤过操劳啦，啊，即马食老啊，一挂镜头拢压起来。我有答应性子，爱好我甲你照顾。伊若回来无看到你哦，一定会怪我啦。那无安尼啦，等恁爸出院吼，你阁倒回来台北。你若真正要离开天成吼，就等性子回来，你家甲讲，安尼好无？就安尼决定啦，莫话阿姆哦，伫性子面头前歹做啦。好啦，等阮爸爸身体若较好。我就随转来台北。啊！我知影要转来啊。副董事长你好，你不是要转去桃园照顾恁爸爸，现在搁伫台北？是我甲盛天请佩奇来吃饭啦，感谢伊这阵啊一直咧斗三工。盛天。盛天，佩奇已经答应啊，等恁爸出院吼，伊会阁倒转来台北啦。非得盛子嘛就要转来啊啦，归去吼叫佩奇去做盛子的特别助理。盛子要转来，何佩奇，你敢真是阁要转来天星上班？阿姆你讲，我歹势记错啦，安怎？我叫佩奇回来公司上班，你无欢喜是无？地主啊，其实佩奇哦，做广告嘛真有经验啊，像顶回 CIS 迄个 case 成绩嘛袂歹，哎，真正愿意回来咱天星哦，也是好事一件。伊的成绩，我若甲伊过去的成绩讲出来，这真正惊死人。董事长，我看这件代志以后再佫讲啦。我休息一阵嘛，嘛好啦，用伊调养身体啊。袂用的，今日代志一定要讲好清楚。业主，现在佩奇这么够你的玩，这么无你的缘哈。妈，你看到拢是表面功夫，伊无你想遐尼好。佩奇倒位无好，你讲啊。阿姆啊，莫阁讲话啦，阿副董事长拄转来，咱两公才讲。我问你。你这两天无回来，也无交代去倒位，甲谁做伙？这若伫咧较早哦，叫做不守妇道，你知无？我不守妇道，妈，你讲我信天冤家，我去朋友家住一暝，我第二天随公司上班啊，你嘛有看到啊？啊，这两天呢，是毋是同款伫咧朋友遐过暝哈？你迄个朋友是毋是李世明？安怎做出心虚变矮到暗，妈无怪啦，伊过去是你的旧情人。妈，你咪安尼冤枉我？你明知影过去有这段情，唔知影骗人，搁颠倒带你细妹的查某囝来公司，敢讲你拢唔免顾虑性命的立场甲感受吼？妈，现在搁这嘛，你还搁唔相信我会做人？问你这两天去倒位，你拢交代袂清楚，我是要安怎相信你？为着我即摆安怎讲，你嘛拢袂相信，敢毋是？业主，业主啊！盛天，你免阁生伊啊啦！看伊的面色，几落十年啊，也无够，卡袂着就晒太离家出走，这敢是做人媳妇的起工？副董事长遐尔啊生气，我惊伊出代志，我要去看麦。是好意，你莫了我出去啦。
其实今仔日我是徛在你这边的呢。我看到阿姆用这种态度对待你，我嘛感觉伊受超过啊。你是徛在我这边，你根本就徛在看戏。你莫冤枉我啦。虽然你甲我赶出去的代志做了真绝，啊，不过我这个人未扣分啊，代志过去都煞啊。我唔相信你这么有良，我是真心要甲你斗三工的。你嘛知影，阿姆真听话。可是咱两个人会当好好斗阵，我就应该伫阿姆的耳旁边替你讲话啊。唔免，我知影你这个新妇真歹做，你唔免甲所有委屈拢吞咧家己的腹肚内，加痛苦的嘛。免你点么加好衰啦？敢要一定爱记住我的好意啊？其实你加一个朋友减一个敌人，对你也无歹处啊。你这个时阵早就应该离开啊，现在又出现在阮家，你到底存什么心嘛？你卖俩准吴妈让你做靠山，你会当搁当个天神？我无安尼想，你放心啦，我早就决定要离开天神啊。你若唔相信，你会去问你当的。这个代价有什么关系？我已经找伊小事啊，欠伊的钱我嘛甲伊讲好啊，我会倒头还，袂欠伊一世人。既然已经小事啊，你就应该离开啊。迄是阿姆一直找我来吃这顿饭的。副董事长，你想看卖啦？假使我真正要害你，我哪着替你稳瞒嘞？我无做什么亏心事啊，谁在你稳瞒？既然是安尼，是安怎你唔敢老实讲？甲阿姆王董讲，彼暗你就是住伫李董家啊？你尊重我，我无。这种代志瞒会过一世，敢瞒会过一世啦？你讲我住伫李董家，你哪会知影？谁甲你讲的？什么人甲我讲的并不重要，为着我已经讲过啊，我会替你稳瞒。无需要，我甲李董清清白白，我唔惊人知影。莫讲到这尔有自信啊！这种代志若传出去，别人会安怎想，你应该真清楚。搁再讲，王家的事业做到遐尔大，这个面子是下不去的。我唔惊你伫信天面头前使弄，因为唔管你说什么话，拢无人会相信你。敢要试看卖？我敢甲你赶离开天性，我都唔惊你报复。好，我就看阿母人是相信我的话，还是相信你的话。你拄只有够超过呢？你免人去当外口人面头前讲话遐尼啊歹听，面子你嘛小家己自顾的。阿姨敢无咧顾你的面子哈？你就是伤过头诚意啦，两三天无转来，连住伫个倒位拢交代袂清楚，你拢袂感觉奇怪？我相信业主袂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，阮阿母的代志，你若爱金一堆，揢一堆。今日就袂再是非啊！你就是什么代志拢结放放，伊才会吃你教教。妈，我两个冤家，其实我冇责任。人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伊是上好。我拜托你，你就莫阁遐查天去度我问。这种代志哦，有一就有两，有两就袂断啦。就算这届无代志，你敢保证伊后抓袂去找你说明啊？袂啦。迄个佳佳已经入来做 spy 啊，你搁咧替伊讲话哦？我看刷落来。都会孝顺回来李世民了，李白做当署长啊！啊，你现在愈讲愈离谱咧！我要来找你主啊！王董，唔免去啊，副董已经走啊。啊，你主教讲咩多？我唔知影。佩奇啊，你来。你的消息较灵通，李主席两天走去倒位，你有听到什么风声无？是不是跟李世民有关系？妈，啊人侯总，免来知影这种代志啊。佩奇，你落去替我探听看卖咧。阿姆，你都莫阁怀疑副董的啦。今仔日的场面会变甲遐尔歹看，都是我害的，歹势啦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知影副董的真讨厌我，所以看到我伫咧遮。你的口气才会变到遐尼啊歹，嘛害你无欢喜。迄是伊的问题，甲你无关系啦。
伊唔转来就算啦。咱来食饭，免管伊吼。你无听佩奇讲人已经走啊？你即马要找嘛找无啊啦？来食火锅啦！是安怎我爱啉水这款母料？你这两天无转来，也无交代去倒位，甲谁做伙？这若伫咧较早哦，叫做不守妇道，你知无？我不守妇道，你明知影过去有这段情，唔知影骗人，我颠倒带你细年的查某囝来公司，敢讲你拢唔免顾虑性命的立场甲感受吼？因为唔管你说什么话，拢无人会相信。我就看阿母是相信我的话，还是相信你的话。李珠，这么晚打电话聊什么事情啊？我问你，这两天何佩奇敢有去找你？有啊，伊有来找我，讲伊要离开啊。你是安怎要甲讲我去恁家大个代志？无啊。恁无？那恁还阁有啥知影讲去甲我去恁家大？我真是无讲啊。好，不管你是挑工还是无说你的，你无应该甲何佩奇讲遐尔啊济。你明明知伊这个人干巧又阴天，伊来继续在阮妈面头前搬弄是非，我日子就歹过。赶快出面替你解释。免啦，你出面代志愈务愈复杂。我家己来处理就好。我骗你，让李珠误会我，一定要甲伊解释好清楚。无做唔到代志，是安怎一个人伫遮见？何佩奇即马一直伫妈面头前讲我的歹话，我若唔转去，替家己辩解，就等于承认讲我唔对。袂用的，我要转来讨回公道。敢有好耍无？就是去找一挂老厝边啊，大家真久无见面啦，见面都真欢喜。来来，你加吃一挂哈，多谢多谢。啊，吴总诶，那我来做一家。新天啊，吃火锅哦。哦。一定阁四界咧找厝啊啦！三分七撇吼，我搞去啊！佩奇咧等你食火锅呢，你咧创啥？我咧打电话要来住啦。唔免啦，伊若要转来吼，家己会转来，唔免你请别人大舅去甲管啦。进来吃啦，佩奇准备遐尼侪菜，卖使人好意。李珠，你回来，阮大家要吃火锅啊。妈，伊拄仔来的时阵是毋是讲我歹话？唔管伊讲啥物，拢是白菜，你莫相信伊。佩奇才袂讲白菜，伊讲的拢是老实话。妈，你莫相信伊讲的话。我承认，事实上我确实伫咧李世平因家住一暗。啊，不过迄时伊甲我先生两个人冤家，我伫咧拍牌啉酒醉，佳佳好心甲我带去因家住伫伊的房间。啊！不过这是我甲姐姐的代志，甲你身边一点仔关系拢无。不过伊讲我话歹听，迄拢毋是事实。哼，佩奇啥物话拢无讲，这见笑代都是你家讲出来。
地主，你实在我太失望。信天，你即摆相信我的话啊吼？你搁咧替伊辩解？我看你即摆还阁有啥物话讲？啥物一暗暝？我看你这两暗哦，根本就是住伫咧因兜啦，有影是下死下情。我无，这两天我都伫咧台中处理代志，你即摆才讲你是落去台中处理代志，啥物相信啊？ 家家家做伙去，伊会当证明。我看你早就该伊串通好啊。秘书，你莫袂去去家己的身份嘞。你是天成的董事长夫人，是王家新妇，去做这种介绍的代志，你还有啥物资格去做三年的大家？你安怎嫁新妇？妈，我清清白白，你是安怎要甲我讲啊这么歹听啊？我讲话歹听，你讲话是袂听一个。 脾气好阿一个人，互你糟蹋个安尼，唔那个赶出去公司，阁侮辱伊的人格，我才想无你心肝，真是个这么恶毒啊！吴董事长，我拄则，毋是叫你一定爱相信我，绝对袂甲恁的代志讲出去。啊，既然你家己讲出来啊，我都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啊。 你莫特别假好说，这拢是你设计的，家己做唔对代志，莫找佩奇出气，佩奇无对不起你。妈，你是对伊了解偌济？你莫遐尔耳空轻，伊凊彩讲两句好听话，你就耳仔啪啪。伊这款人，就敢五气共款，若遐吸到，伊绝对唔愿放，一定要甲你回去到倒位置，伊才甘愿。 我无遐尔卑鄙啦！你搁敢讲你无？我讲话已经真客气啊！你要甲你过去做的代志，拢会晓传。社会就是你这款人，再这么乱，你马上赶出去，我嘛要看到你啊！免你看啦，我家己会走。你今日讲的话，我会好好记住。佩奇，佩奇，你莫再来了！这款人老了，敢那样害人。 你拄则是毋是去走伊酒店？我无，我拄仔伫咧办公室。拄则我就闭了你门，想去泉州去啊，还阁想要辩解。我无，我真是伫咧办公室，我只是心情无好，忍忍袂啊。我看你是规个人真唔得酒店啊，白插白管，阁敢卖骗钱？你真是了种爱人心，我是恶作。你该做唔对代志，拜下问风咧，有啥物好恶作？ 应该捂住的人是信天，是我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妈，大家今日心情拢无啊，即个代志明仔讲讲。明仔载，明仔载何当解决啊？伊带去你说明引导已经是事实，这代志来传出去看要安怎。我无做不清不白的代志，我无咧惊。你无咧惊，我会惊。阮王家袂用个下界面子。信天，你若是无想要互王家问风吼，非伫伊个手头，都好我家家。 买食到五十岁才来出片，地主，家你吧。我无做对不起你的代志啊！你别讲啦，你敢犯规啊！了然啊，我才看你要安怎洗阮王家的门风。你真唔讲清楚，较袂得着啉酒。我伤心啦，我就无啉啊，我会惊死。你敢唔知啉酒的无大事？我若无啉酒，敢忧愁？ 刚刚你希望跟你小弟赶快跳楼自杀，你伫咧误会我，糟蹋我，我委屈跟咱当同伯来，我敢发到死鬼强盗，我的痛苦你根本都唔知影。那痛苦拢是你家己做滴来，全家你的代志，明明是你家己唔对，你搁把所有责任塞回撇去遐去，你安尼就敢无想过分啊？所以你也认为跟我甲你这边有暧昧关系？ 我就跟你讲啊，我前两天是落台中去处理代志，你是安怎都唔肯相信的？我嘛有敲电话给你，甲你留话啊，你敢有咧听？我无注意到啊，就算讲你无注意到，你嘛会当小关心一下。我人无伫，你敢会烦恼？你嘛会当卡钱到电话跟我联络一下，敢唔是咧？ 我伫咧想讲，你当日甲我过去，所以我拍算今日甲等你取消的卡号你啊。
迄拢是借口啦，阿阿婆做遐尼久啊，都嘛是我咧关心你，你咧？好啦，阿阿婆代志莫搁咧想话题啊。我问你，你阿咪对我李世明呀，敢是真系熟悉？我无做对不起你的代志啊。唔管怎，你伫咧人道过，咪即为难团队，伊个干脆袂清楚啊。别人安怎想我唔管啊，啊你咧？ 刚刚连你也不相信我，我无想要跟你讲，但你酒醉才讲。我无啉酒醉，你敢有相信我？你放心，我从来无怀疑你甲李世明是爱卖关的，因为根本就唔是我的对手。啊，我也相信你会敢讲，李世明你也看袂出我，除非你敢是想要做阵家己。放心的。 解毒啊！这从明仔载开始，你就唔免过来上班啊！我要留落来，是要离开，唔是你会当决定的。我去做阿母，请伊替我主持公道。伊即摆人伫咧干？原来你超工他伊无伫的，要赶我走。我安尼做是咧甲你留面子，你唔通唔知好歹？你莫遐尔硬扛紧，伊凊彩讲两句好听话，你就耳朵啪啪。伊即款人。 就跟我去同款，若要吸着，伊绝对唔愿放，一定要把你火气到为止，伊才甘愿。偌丽珠，虽然我即马较斯文，不过最后，谁的心事，俺唔知咧。 阿斌一定会来，到时阵我会对伊走。娘娘，莫讲啊，到婚礼时间就已经过啊，这个江文斌就是感觉家己配你袂得过，所以阿婆人讲已经选去啊，老婆了。阿斌一定会来接我，伊有答应我，一定会来接我的。当时的资料讲的话，若是听狗屎就会食的。 伊老婆毋是第一遍啊，你搁在那边见面不哦？一定会来接我，一定会来的啦。妞妞，看这办事，阿斌已经放弃这段感情了，你莫搁想我啦。甲新娘送我来。阿斌一定会来接我，不管我是啥物代志，时间到，一定会来接我的啦。妞妞。 爸爸甲你挂保证，即个阿斌袂出现啊！爸，嗯，你若确定阿斌袂出现，你讲阿斌是毋是你掠去？我同款迄句话，假使讲你若是有证据，才提出来甲我讲。今即个江文斌，我早就看伊真袂上桥啊，根本就毋是啥物正港的查甫囝嘛。 伊就是感觉伊家己哦，配妞妞袂得过，饲袂饱，毋知阿婆的人讲，代志就是安尼。阿斌毋是迄种人，你甲阿斌掠去倒位。
你讲啊，你讲啊！妞妞啊，你到底有把老爸老母放那么心内无哈？阿斌无来，你就安尼对待老爸老母，安尼敢对？啊？娘娘，阿斌无来已经是事实啦。我看今仔日恁是无法度结婚啊。阿斌为啥无来？你有讲过啊？阮死都无爱分开啊！妞妞，你是卖喜欢你做啊？我会帮你去找阿斌。你卖烦我，出去啊！妞妞，你别安尼讲袂听是无？你出去啊！听到无？出去！除非你爱我死。妞，出去啊！你卖来烦我，出去啦！好好好，我先离开。妞妞，你卖后壁乱想哦。出去！妞妞，卖冲动，卖冲动。在那里死心了哦，爸，你之前讲接受妞妞和阿斌，你根本就是这样。无代志嘛是安怎？阿斌无去，这件代志要怪来我家上。你敢真是无叫人跟阿斌拿走？敢要我请关老爷出来做证，还是明仔载咱来关地表？三家头登天就抓，就抓讲我蔡进宝绝对无亲手把这个江文斌押走。假使我若安尼做，恁爸就真正要死无人代。好啊啦，炮哥，莫讲这话无的啦。菲律警方即卖已经在找人啊，死狗就知影阿斌到底是捡上押走的。恁爸坐什么车？等阿斌出来跟恁爸对质。哎。请你顶下拜托警方专力找阿斌，即马敢靠阿斌亲嘴证实，牛仔营相信恁的话，啊若无，警察将来我含妞妞拢无法度讲相信你。你即马讲这个话口气是安怎？好啊啦，炮哥，你若是无做，就免惊啊。阿斌，你放心，为了要妞妞相信阮，我一定尽全力找阿斌。对啊，我前这段期间，妞妞若住一家，一定真无欢喜。伊若离家出走，找无人愈费气。所以我咧想，不如回去我厝遐住一阵嘛，我妈妈应该照顾。回去这个查某囝，我已经无在了管了，靠边让你有在恁了。好了，那你我转去。阿哥。阿斌的代志，敢真正跟你无关系？你若有证据，他出来跟我讲。我住伫个家，惊着我，来得济啦。王梦雨，李主奈认为是我甲你讲，伊住伫我遐，啊？
这件代志啊，你蛮提醒啊。这个代志就是你甲黄信天甲伊大家讲的，才害李祖福误会。拜托的，这件代志我嘛是受害者呢，我啥物拢无讲，是副党的家己啉酒醉，做转去阮的事，功劳高的啦。伊若无受到委屈，哪去啉烧酒？你是安怎知影？你到底无遐？我会知影，是因为……紧讲。是因为恁予八卦杂志翕到啊啦，因知影我伫咧天神做过公关，所以走来问我，你甲副董到底是啥物关系？我听因讲恁的代志，我嘛惊一个啊，我嘛唔敢去找王家的人求证，只好甲记者拖。后来我私底下去找副董的参详，想袂到伊煞俩讲啊。是嘛？王家人拢知影。我毋是讲过啊。伊啉酒醉，家己拢讲出来啊，较麻烦的也搁伫咧后壁啦。遐八卦记者一定会看出来，到时阵哦，三条溪仔水来洗，都洗袂清啊。